是缘多。
时，神咒加持法时时，不是河沙众有情，愿解八万寿劫难，速得有名胜净土，皈依三宝化菩提，究竟得成无上道，功德无边尽未来，一切有情同法时，神咒加持感无随，不是河沙众不困，愿解八万寿劫难，速得有名胜净土，皈依三宝化菩提，究竟得成无上道，功德无边尽未来。
Oh.
Yeah.
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。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般若讲座。我们的网络弘法电视台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中电台，但它可以接引更多的学佛者，因此因缘而踏入了我们的殿堂，让佛教能够真正的走向未来，是有生命的，是有力量的，让更多人能够在佛法的教化之下，成就了人间净土，度化更多的佛菩萨踏入佛教，成为法门龙象，弘法利生，永续佛底慧命。救度万行，弘法利生，含持虚空应相现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到大宝基金。好，那刚刚谈到这个一切法当中，谈到所谓的无我啊，离于我，无我。那四中无所谓的无色、无心、无名、无知啊，那后面谈到了无心事啊，亦无心术法等啊，这些我们刚刚谈到这里，才为所谓的四名为中道诸法实观啊。好，那接着看到如是善法。不善法，所谓的善法就是世间善法，那不善法所谈的当然就是造恶业，善法的对立就是不善法。所谓的善法或者不善法啊，那这个要教导我们的，是教我们如何真实正观哦，对善法和不善法，还有所谓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